座来宾，今天下半场节目即将开始，请您继续围坐。此外，请您提醒您记得关闭随身活动电话，谢谢。Pay attention to the performance in concert or will soon continue in 5 minutes. Please take your seat and kindly come up your seat. Thank you. 膝盖松掉，膝盖松掉，它自然朝地。膝盖松掉，你的小腿自然朝地，垂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能够提起来，膝盖一松落地，就对了。提起来，膝盖松掉，你看你没松，我是踢的，落地就对了。对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它其实就短短的一截，只有一点点嘛，一点点腿只有这么短。如果这一点去看它的可以，可以。如果这样，先可以。行啊，行啊。